它这个门是无窗框设计，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红旗汽车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BMW M2 Coupe 总代理17-18年式的，然后我们的头灯是 LED 转向辅助照明的头灯，然后轮圈是19寸的，配蓝色的四活塞卡钳，有配备 Keyless Moment 那个四出尾管。哦，这是它的行李箱，然后它有那个椅背倾倒的。我们这台车有配备车道偏离警示、智慧型大灯，然后还有定速系统。然后我们里程现在跑大概148000的多媒体萤幕，它有 Apple CarPlay， 还有地图，有双区恒温空调，然后还有模式的切换，也可以 Sport， 也可以 Comfort， 然后还有小机排档头，这边也可以控制它的萤幕面板，还有双座椅。M2 Coupe 搭载 3.0 升 Twin Power Turbo 单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引擎，具马力有370匹马力，扭力可以高达 47.4 公斤米。今天这台 BMW M2 Coupe 1718年式的就介绍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红旗汽车预约赏车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按赞分享，实在就是 SUM。